当你面临人生中最难的问题，你会捍卫自己的意见吗？哇，罗伯勒斯的开幕式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，两难选择，咱们来看看是有多两难。勇敢罗罗不怕困难，可以空手变出任意食物，任意数额的现金，这样就可以给我的好兄弟们买礼物了。汉堡薯条永远的神，吃不完的巧克力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可以买无数的美食，伙伴们为了自己的立场冲呀 money。